果要按姓名从右往左查找工号，怎么做呢？这里介绍三种方法。第一种，用 lookup 嵌套 if 函数实现从右往左查找。这种方法利用 lookup 函数简单实现从右往左查找。第三种方法，用 lookup 函数实现从右往左查找。这三个方法，你了解记住了吗？